刚才说把我们当人看，你知不知道我们多久没吃饭了、啊？朱队长，立刻准备吃的给他们。是。报告长官，我要上甲板。这违反规定，不准。你刚刚才答应把我们当人看，我不知道你从大陆来台湾的时候心情的感受如何，但是只要是人，生离死别总是会有感情的。刚才我听到我的妻子和儿子叫，我不知道和他们是生离还是死别，我们都很想见对方的最后一面，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难道比不上违反人性的规定的重要吗？我对你们客气，你们就给我得寸进尺。好，既然你们瞧不起规定，就是瞧不起我。今天如果没有重重的处罚你的话，我回去如何面对大家？朱队长，立刻把这人给我弄干，戴上手铐脚镣，押到甲板上来见我。是。我刚才已经看过了，正前方就是最好的方向。你给我仔细的看清楚，看清楚你人生的方向在哪里。人生的方向怎么可以说变就变呢？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给我好好的看清楚一点。嗯。董事长。长官，我已经看清楚我的人生方向。你有什么结论呢？我们等你回来。既然已经知道人生的方向，以后就给我规矩一点。下去。馒头已经发霉了，给猪吃猪都不吃，为什么给我吃这种东西？没错，我呢就是姓猪，你呢看得起猪，那就对了。这些东西啊，
就是给猪吃，猪都不要，才轮得到你们啊，懂不懂啊？没叫你们去啃树皮就不错了，你们他妈的还在咋呼什么？爱吃不吃？是我们长官啊，把你们当人看。要是照我的意思啊，你们是连猪都不如啊！啊！把他的手铐脚镣打开，带他入列。是。为什么这个馒头是发霉的？报告长官，我已经查过了，这批面粉本来是要报销的，因为上级不想浪费，所以就配给给他们了。可是他们人又那么多，伙房来不及做，所以早在两三天前就做出来了。再说馒头本来就是长这个样子，叫伙房再想想办法。报告长官，你命令我们把他们当人看，可是他们有把我们当成长官看吗？幸好今天是馒头，要是石头呢？我们不是活被他们打死了吗？长官，你今天要是不好好处罚他们，以后我们怎么管得动他们呢？好，我了解。我答应过各位，要把你们当成是人看，是人就要懂得分寸。是人就要懂得承担。这一件事情是谁先带头的，自己承认接受处罚。是我。还有我。好，很好。朱队长，哟，把他们两个人给我靠到船头上去，让他们吹吹海风，冷静一下。是，带走。是。报告官爷。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部分应该都是有念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所以我就不讲什么人生的大。绑起！你这个妞啊，长得是不错的，不过呢，脾气就是大了点，像个小辣椒一样。队长我呢，专门用小辣椒来配饭。放开！放开！放开！不能再拦！
自身难保了，还想英雄救美是不是？我就把你英雄打得变狗熊！再告诉你，你要是再惹我的话，我把你丢到海里面，变成海龙王的女婿，听到没有？像你这么年轻的女孩，竟然这么勇敢。有时候勇敢只是一种伪装而已。其实，刚刚我的内心比谁都还脆弱。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家人？像我这种从大陆来，离家这么远的人，很早就学会要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家，不要去想念亲人，不然就熬不到现在。我跟着部队撤退，驻扎在荆门。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常偷偷拿着望远镜看着下来，那种感觉说不上来。这边是故乡，而我们站的荆门是异乡。只要找一个没有人注意的晚上游泳，就可以回去了。但是我始终提不起勇气。当我莫名其妙被剥夺军人的身份，被他们打成匪谍、叛乱犯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怨恨政府，因为我没有勇气。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能相信的时候，那我这个人就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提不起勇气去怨恨，我宁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就像是一时错怪自己子女的父亲，总有一天，父亲会回心转意。我刚刚就是想到我的豆腐，我不知道这艘船会载我去哪里。可是我很清楚的知道，只要这艘船一开，我就离我的豆嗓越来越远。以前我每天待在他身边，我总是抱怨他不够了解我。可是现在不知道这艘船会带我到哪里，我反而很想再看我豆嗓一眼。就算是远远的一眼也好，我以前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我豆嗓老是把我当成小孩子。可是当我踏上这艘船的时候，我才发现过去的我，的确是一个任性的小女孩，而他呢，一直是一个好父亲。很不值得的是，知道吗？我现在好害怕、我好害怕再也看不到我豆嫂，我好害怕他不知道他的女儿早就已经回心转意了。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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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这有够无路用的啦！你们看看，我们长官多厉害，一点也不会吐。朱队长，有，集合。是，部队集合了。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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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火烧岛，也就是将来你们要待的地方。大家都是坐同一艘船来的，所以一定要同舟共济，平平安安的度过接下来的这几年。现在我们就往新生训导处出发。同志们，快点，快点，跟上！快点啦，跟上！快点啦！干什么？快点！快！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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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们想要找机会脱离队伍，我已经帮你掌控全局了。小班长，长官，把你饭带走。是。走，走快一点。有病啊！你们干什么？快点！朱队长，要把队伍整理好。是。注意，物资搬运组先走，南犯山两列，女犯山一列，往广场前进。另外再找两个兵，把小江扛回去。开始动作，部队前进。加生，啊，唔是拢同款。新生之家，你新内厝。新内厝哦。走。冥顽不灵才被送进来的，你们这些人我太了解了，要跟你们讲人话，你们不是听不懂就是不愿意听，而我这个人呢，却又不喜欢光说不练。昨天有个新生犯了错，一点小错，我决定对他施以小小的处罚，把人带上来。是。另外，把我们的玩具拿过来。
错。所以今天呢、啊，你们都没饭吃。啊，讲啊一大堆啊，我听了无到底是咧讲啥啦？啊，你今日无饭人食啦？爱讲不讲？不讲啦！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一定觉得很不合理，是吧？告诉你们，在这儿不合理的叫规矩，合理的叫规定。你对我们有规定？如果是你们的兵犯错嘞？他们跟你们不一样，他们对国家是有贡献的。我对他们呢，既没有规矩，也没有规定，只有规范。在这儿，女生没有名字，只有号码。至于男生啊，你们的名字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这是死亡证明书，这上边啊，我都已经签好名、盖好章了。只要把谁的名字填上去，谁就是个死人。你们要明白，天上归老天爷管，他是无所不能；地上啊，归我孔处长管，没有什么事儿我不能做的。我有个特别的规定，你们要牢牢记住，要跟我一样信奉三民主义。我的三民主义就是信仰，就是思想。你们的三民主义啊，就是不准你们三人以上凑在一起说天说地，乱拿主意。啊，你们今天是新生，待会儿啊就打着新生之门走进去，如果表现得良好，假以时日就可以从那个革命之门走出来。当然你们要直得进去，横着出来也行。老实说，你们的死活我是一点都不在意。朱队长，将陈帆带进去。等一下，你连自己人都管不好，凭什么管我们？你的话说错了，这些兵归我管，我管得好不好的只有政府有资格说。至于你们啊，我不是用管的，是改造。听清楚，是改造。很好啊，既然你们不喜欢走进去，那行，就给我用爬的。快点！
捡起来，捡起来。有钱有钱有钱，嘿，包长官，这个代志交给我处理就好啊。哈，这种镜头我看侪啊，有习惯性，但是无副作用啊。好，长官。分明是你讨皮疼嘛！好啦好啦，换一个换一个嘛，对不对？含我都生气啊！我出来是为你呢，为你呢，对不对？啊，你嘛衫裤嘛换一个。喂，你哦，真正是。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要不要把衣服换上？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要不要把衣服换上？换是不是？好，我们注意，是。把假料给我拿过来，两个两个给我刻上。他什么时候换衣服，你们才可以把假料给我解开。长官，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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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事了啊。穿制服的，统统给我出去！你有事，回去。有只咱是用白入来，我无希望有一天咱只的人是用光出去。在我心目中，咱的罪名是一种骄傲甲光彩。就算讲有一天咱被光出去，我希望人所看到的，不是咱脆弱性命，是咱为着这个土地所做的代志，以及咱的名字。
你的想法，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拢要坚持这个观点。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是个机会，你把事情做个了断吧。你给我闭嘴哦！你每讲一句话，我的心就痛一次。我已经快没有耐心了，你不要再讲话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是，应该这么说，我不知道自己还愿意活多久。但是只要我活着的一天，我就会一直想念红玉。你别再提红玉了。为什么不准？你凭什么不准？你现在连替红玉报仇的勇气都没有。我现在真替红玉感到可怜。他当初会选择你，真是瞎了他的眼睛。比你们两个懂事，狗他妈的打架是个强骨头，你们两个呢？你们两个打架为了什么？想着谁先死啊？啊！把你们都给我带起来！是。好你个孔志豪，我进了。是。这个坏人是怎么带的？刚到就跟我这个处长杠上了。我要向上级报告，报告你失职，你等着接受处分吧。是。不过，看在你叔叔的份上，我会放你一马。见到你叔叔的时候，替我向他行个军礼，说声谢谢。是。谢叔叔，好你个小子，我还担心你会出什么纰漏呢。不错啊，犯人都平安带到，一个也没少。我会向上级报告，续你个奖。叔叔，我不懂，我在情报单位干得好好的，你干嘛把我调到绿岛来？你个愣小子。就跟我自动请调到绿岛来是一样的道理呀。远离是非圈，来这绿岛当绿岛王，只要不出什么差错，时机成熟啊，我就会调回台湾升官。你在那什么单位啊？管什么敌后工作？有功又不能公开叙奖，出了差错那是要掉脑袋的。你爹娘来不及逃出来，我已经够难过了。我可不希望你再出什么差错。可是我觉得，身为军人，本来就应该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生是死都应该壮烈才对啊。好了，你等什么？你跟我谈壮烈，你跟我谈抛头颅、洒热血那套是不是？那套我懂，老子做过。仗打了那么多年，我终于了解，军人他分两种，一种是可以被牺牲的，一种就是不可以被牺牲的。
不可以被牺牲的了。不管是打胜仗、打败仗，他肩膀上的星星他越挂越多，然后他就带着可以牺牲的部队上战场了，然后去冲锋陷阵。你仔细看看，那些能够平安回来的，永远都是那些不能被牺牲的人。你说说我在战场上不知埋了多少被打死的弟兄，我亲手埋的一个个年纪轻轻的，年纪轻轻他就死了。那些不能被牺牲的呢？他们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他们如果做得好，国家会落到今天这个局面吗？那些不能被牺牲的呢？他们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他们如果做得好，国家会落到今天这个局面吗？跟我他妈谈壮烈，谈打仗。之后啊，打仗你就知道生命的悲哀，打仗你就会懂得什么叫低头啊。叔叔，我不是要顶撞您啊，可是如果所有的军人都是这样想的话，那国家的局面就会越来越糟的。我相信自私的军人是无法造就历史上伟大的罗马帝国还有蒙古帝国的。闭嘴！那是历史，不管历史多伟大，那是死人的故事，我至少还活着。可是我现在年纪大了，如果国家不需要我，我就什么都不是。我要让国家需要我，我就必须往上爬，爬，爬，爬。我能够活到现在，我当然不要像死去的弟兄一样，他们拼来拼去，拼到最后只换来四个字。最好你给我听清楚，四个字。